你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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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并不晓得哪天这个舅孙老师才是老朋友、老同事，对吧？对，搿是搿是。哎，听说讲伊，迭个叫半年龄，单位里蛮倒对个。嘛，伊老顽童。老顽童。老顽童。哎，难听点呢。十三点。哎，不要讲出来呀！对不起啊。几倍？几倍？伊真真假假，有辰光真的，有辰光假的。就比如讲，小可爱，电话，侬去听，真的。有辰光小可爱，电话，侬一起听，没个假个。 我等侬讲侬不相信的呀，真的侬真的电话呀，真的是侬电话，侬拿接到这个吧，到底这个假的，你吃不这个？那后头老师我来，后头老师我们就电话是伊电话来了，伊就送自家电话来了，人家还一，那么哪能哪能？那么我去通知呀，就说电话不接，让我看，不接。 我讲真的电话啊，勿接侬勿要叫我上当，后头结果阿拉是真的就没打电话来，阿拉迭个滑稽戏有了，欢喜大家后台开开玩笑，迭个调节迭个气氛，后台吃香烟，伊讲那讲侬后台勿要吃香烟，啥水果迭个吃上迭个勿是小家的啊，对伐？搿么吃香烟，吃吃了可有点困着了，吃了迷迷糊，那么伊搭侬一副眼睛透下来，上头有红颜色阿拉花装红个物事，搭侬涂好，那么接电话侬弄张效果纸头，搭侬一烧，老傻乎啦，迭么伊看出来侪是红个呀，接电话我看到真个有火啊，蹦起来就倒呀，伊在旁边看开心，伊开心啊，那么阿拉队里向一个资金户，资本户兄弟两家头是阿拉舞台组个。 迭个伢娘过世了嘛，迭个麻将冇做了，一直欢喜搓个。那么迭个伢娘过世了嘛，迭个麻将冇做了，一直看牢人家，看看看看，没几个两年打卡错了，伊写张牌子，家有丧事，赚点娱乐，伊讲。写了一场王的。还有一桩事体呢，伊老早勿事体，伊迭个先生文冰冰，迭个辰光伊个先生辣辣牛棚辣啥的，迭个辰光嘛，文冰冰先生得伊讲，勿要没啥，屋里向妈一家头，老清静，老寂寞，伊讲。 伊想了个办法，勿要紧，伊晓得文冰冰屋里个呀，先生屋里是哪里，伊就写了张交关纸头，是由八仙桥某弄某号，客堂廿平方带天井一间调15平方房间，地段随便。 结果，伊文冰冰辣屋里忙了勿得了呀！廿平方调15平方呀！哇，人侪冲得起来，伊拉妈闹忙了勿得了呀！哈哈哈哈哈！只有伊想得出，伊拉想出搿种办法来。哎，勿伊勿伊去了呀！勿伊勿伊去呀！84年辰光，我参加红花奖这个青年晚宴啊，参加这个三毛生意比赛。搿三毛生意呢，我当初我真勿欢喜。 我一个自家没工地啦，咁么里向要翻两三只跟头，咁么九松老师讲，侬勿要吓，我告侬。九松老师呢，自家等我也要冒五十岁了，把伊减肥，手把手教我。翻好以后呢，第二天伊双肩讲也贴子交关呀。哦，伊教侬翻，伊也自家翻。哎，那么第二天伊讲我九松老师，侬都翻脚上呢，又拿就昨日翻过了呀，那么搿搭受伤了。咁么功夫勿怕有心人，辣84年辰光呢，我参加迭个青年晚宴红得了红花奖。 好了，借此这个苦饭，请领迭个节目啊，再次感谢李九松老师对我帮助。不过，九松老师啊，双肩高我会拨侬送得来个。我看到个，迭个辰光84年我进了队里向了，哎，我结棍哦，身高头一把双肩高有，因为迭个把翻起来正好是搿一把，后头我可以哪能搿搭一把双肩高有？后头伊讲迭个双肩高有，迭个勿搭界，伊讲掼手动车掼一高。搿两把贴得搿能贴嘛，是像老里上来。像老里好看到蛮好看。 这个真叫84年哦，要调了2004年，人家以为是得这个高压做广告了，那么再也忍不住了，才到上头。我讲两张图，我的九松应该讲是相当要好，比较密切，比较密切的。那么有一年子，阿拉一道到美国啊、香港去访问演出。
那么伊呢是李秋松是有名的，阿拉集团里的孝顺儿子。嗯，不是孝顺爷娘，是孝顺儿子。哎，所谓铜钿侪拨儿子了啥用？伊所以到外头，伊总归总讲，就比阿拉中人家调出来这个津贴不大多。那么有趟子的出去呢，看见这个香港这个挂了海的这个考务考啊。哎呦，赞了不得了，味道好呀！今朝我想弄眼吃吃，光棒得瑟，搞得我财都刷出来了。伊准备买眼吃吃了，哎，我们讲要买多少呢？砰，摘下来半只，一称，一百出头，旁边，伊同学不来事。那么我对人家讲，同志，这个再少一点，太多啦。那么再砰再摘下来，50港币。那么我讲好，同志，再到旁边看李秋松人没了一个。啥道理？肉末50港币啊！那么我只好还账招呼，打招呼，对不起，对不起，已经走掉了。我跑过去，我弄哪能好走掉了？要50港币来扛，50港币一共，我好怕交关用场嘞。根本一顿饭就那块烤鸭，一共50港币，我哪能吃得消？跟我讲哪能办？要么搿能样子，我讲，我那上头呢有得熟泡面的。我对讲实在抱歉，就宋阿哥啊，我讲这个熟泡面肯定味道不灵的，灵啊！你讲。今朝熟泡面味道灵啊！我讲啥道理？伊讲我不出钞票吃白搭做鬼灵啊！那么结业结业个，结业了，这个不是到黄石个两家头侪结业个，两家头侪结业，结业得来跟黑人道光。那么伊拉在两家头结业有啥不一样吧？结业啊，结业一个结业了比较胆大眼，一个结业了比较胆小眼。哪能个结业得胆大？哪能个就结业得胆小？伊拉有声东击西。有一年子，伊拉两家头到杭州去落象，正式个事体。杭州落象，落好象以后呢，到杭州火车站。人家一看，哎呦，老娘就王小毛才认得个，请伊拉到这个贵宾室。贵宾室呢，里向侪有交关是外宾咯，啥侪有个。那么埃面搭呢，有几个日本个老太太。那么台子上客气啊，人家侪一瓶瓶矿泉水侪摆好个。那么两个人呢坐了里向，火车哇一拉门叫了要跑嘞，要跑了嘛，九松老师真的是急眼，看到两瓶矿泉水没开过呀，对不啦？就到王志刚讲了，哎。打了浪费了，浪费九松老师呢，鞋里多啊，前头两只，后头两只，打起来。演出用的道具，哎，道具那啥多啊？你立起来，搿能我要烫一烫，烫一烫，烫好。王志刚呢，搿能老好摆辣前头，眼睛勿敢往旁边看个，一直往前头走嘛。你噔噔噔噔噔，王志刚嘛，就能介，一个嘛跟后头噔噔噔上了火车。上火车好一看，还好后头没人追得来，蛮好，俺心定了。火车在坐，火车高头全部坐好，坐好侬看见伐？啊，后妈烫烫的啊，个天桥当走过来交交关路了，后烫烫的看见伐？奶奶好享受了伐？泡油汤伐？矿泉水看见伐？泡油汤了伐？那种小青年要节约，对伐？那矿泉水吃吃，一吃呢肚皮饿了，哎，刚刚买个这个烧鸡来好吃嘞，烧鸡酒点心，一看，哎，小哥烧鸡酒点心哪能侪没了啊？要去捞了两瓶矿泉水，这个么子才捞脱了。你不是要说头的，这个是标标准准偷鸡不是十公里。这个是挑战，这个绝对。那个伊还是热心人，还有爱心，伊屋里欢喜养宠物，屋里老早养只鹦鹉真好白相，叫鹩鹩鹩鹩鹩，会得好的。车子叭开过来，一只鹩鹩会得叫这个汽车喇叭声音，哎，叫出来跟汽车有啥样啊？一只鹩鹩，哎，有个种声音的、啊。那么伊呢，平常呢欢喜打出去，有趟子坐叉头，坐叉头嘛，伊坐了后头一只鹩鹩摆了海，堵车只老鹩鹩鹩叫了，哎，要驾驶员了前头，烦嘞，堵车呀，后头车子跟来啥的了，烦不啦？哎，哪里还要叫了？又前头堵车呀，哎，伊搭家打车，对不起，不，一只鹩，一只鹩鹩了叫。那么这伊拉只鹩鹩倒是蛮有灵气的，那伊拉屋里向这个王志刚接电话最多了，最电话嘛，总归这鹩鹩专门讲的。那么伊有辰光是师母接电话，师母接电话嘛，总归搞九松老师讲，哎，王志刚电话啊，王志刚电话，一只鹩鹩也是好的，一直喊王志刚电话，王志刚电话。有当时王志刚了，他那头伊拉屋里接不响，跑进去，王志刚电话，王志刚电话，因为我哪能刚刚到的，晓得我电话来了，王志刚电话。那么后来伊啊，
好了好了，不要叫了，不要叫了，不要叫了，完了完了，不要叫了，不要叫了。人家有人了，不要叫，伊还要叫的，对吧？叫要骂三骂了，讲嘛讲嘛，一直聊过讲，讲嘛讲嘛。后头那么啥的了噻，侬是只戆多一个。后头只聊过死掉了，搿只聊过死也蛮戏剧性的。脑干。哦，聊过会得脑干，那那没有做题吧？摆在地上。哎，我讲不侬听，这个动物一样么子了，说身上面说当人一样，是一样的。脑干，脑干嘛，伊伤心啊！我这个聊过走了，我也要走了。我从楼上跳下去，伊讲侬不要跳，侬跳下去，人家到老娘就拍电视一个。跳下去没人救啊！人家到老拍到拍电视去，来大家让开，老娘就来拍电视去。最后呢，那个幸运，刚刚吴俊杰老师也讲过，专门帮人家忙。实际上呢，我倒帮过吕九松忙。哦，有一年春节快到了，12月28，打只电话来，李老讲，啥情况？侬帮帮我忙，我龙江脱了，说啥？李龙里居民对我意见大了不得了，我想不可能啊，老娘就来了李龙里，来了单位里，侪是好人，哪会得意见大呢？我讲哪能桩事体？伊讲我一个朋友是个。农民兄弟呢，送来30-40只公鸡，难不好了，半夜鸡叫了，30-40只鸡一叫，人家小区里居民哪能会对伊不有意见？搿了伊讲侬快点帮帮忙，做啥呢？帮我来发鸡，到伊屋里向以后，拿搿个通讯录拿出来，王志刚领2只鸡，林七彪领1只，1只领得去，伊蹲辣旁边，谢谢啊，谢谢㑚帮忙啊，谢谢㑚帮忙，送鸡不要钱，人家帮忙。大家送得起个鸡啦，好不像才是登记了。登记会叫出来声音不灵，这个声音呢叫林夕彪叫，林夕彪口气好啊。登记被叫起来，你这个正式的公鸡，你叫出来，如果说为两样。哎，对对对，侬现在这个正式的公鸡哪里叫法？哎，我提醒侬啊。这个登记啦，那个叫出来，到江东去忙去，不要。登快登快，对吧？登记我就做我可了，对吧？咱们这个半夜三更，一直在叫你们哪能吃得起？我来讲哦，那辰光在了演出啦，那么后台工作人员冲进来，李老，快点，外头有人寻侬，不，啥人？啥人？哦，跑进来。搿来个人呢，勿是靠进来个，就是叫进来个，一大路要靠进来了，叫进来了，没看到这，你侬嘛，哎，勿要哭，勿要哭，啥事体啊？啥人过脱了？哦，勿要哭，勿要哭，勿，总归台下总归3-5一起，总归挖出来，拨人家也勿怪个啦。搿么人家跑脱了，跑他妈了没有？李老一个，搿刚啥人啦？啥人啦？我勿认得个。呀，那勿认得么？侬拨人家啥钞票啦？那伊了讲，伊讲伊是我啥个远房亲眷个啥个阿伯个婶娘个姨父个姐夫了，有得搿种事体哦，这穷笑呀！伊讲我搿是从个用不脱侬搿链子办法子啊。不过呢，阿拉老忙过年个，因为每年过年对伐？阿拉总归年纪轻个一辈，侪人手一只红包有个，哎，真个勿多个。那么李老，刚刚两个观众侪讲了，那侪喊侬娘舅，那过年搿么侬哎？有个，放心，又会得这个有。35年年了涨了，年年涨了，今年从30块一直涨到50块，蛮好。今年可能80了，今年可能会涨到80。刚刚这个上海人民话剧集团几位小新啊，大家侪讲了这个。李秋松老师交关有意思的事体啊，大家晓得上海人民话剧集团啊，会有三位话剧的泰斗，就是杨华生、小西西，特子陆扬。阿拉现在听一听啊，三位这个话剧泰斗啊，哪能评价李秋松？李秋松做人夹机夹起好。李秋松呢有一个好处，小人到的辰光，一定的日子。你钞票送得起来，告白。你说我不要钞票用，老师讲了，我有得用。侬有得用是侬的事体，我要孝敬侬本是我的事体。实际上想呢，有义气呢，一向是蛮好，因为伊都一路吃啥，没机会。跟我就来了搞笑话，我真正到我家里去跑的辰光，侬不要忘记脱，不要忘记脱我。李秋松表演的，朴实是朴实的。相当朴实，尤其在能量一道戏，两家头，实在能量年纪变大了，本身呢，这一条台下做人呢是差不多的，所以台上向呢一拍即红。伊始终喏，因为喊伊搿个，早已到拿伊个儿子喊法喊我娘娘，比我自家也是好。伊实际上向一个有点唱啊，
这喉咙还可以啊，不像我的喉咙啊，唱还可以加点唱。那么啥道理叫李九说？我前台来了唱戏，伊拉妈后台两小人，伊十二岁就登台了。我一个普通话要一辈子，噶大个年纪石头硬，我还没过来啊。差眼眼把了这个李帮台做起来。哦哟，这个笑话多了。伊一生当中两个重要的女人，伊拉老婆。这个真正体现了人间的一种感情。吴老师啊，哎，刚刚各位小心啊，刚子蛮多李九松生活当中的哎趣事，哎哈子，嗯，不过我觉着啊，最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那个赖搭档，啥人？王树刚，哎，这个这么对大家掌声欢迎王树刚。好真正今年是从你六十周年。哎呦，大家做不做？哎，是讲我倒问侬啊，侬平常经常辣辣台浪向啊，搭这个李老开玩笑，讲啥个道理？个名字叫李九松，是因为从小生出来了，九根头发就是蓬蓬松松。因为刚刚吴老师讲不对，伊年纪轻的辰光一表人才，乌黑头发。哎，比你还要好两根。哎哎，那么啥道理叫李九松？这个名字啥然后来的？哦，李九松彻底是搿能个。李九松个爷呢，刚刚两个老先生讲过了，伊个爷从前是唱戏个，叫李明阳。葛末从前辰光呢，伊拉妈辣集团里个，结果前台辣辣唱戏，伊拉妈后台两小人。迭个也属于违反劳动纪律个。养辣后台个。哎，辣辣后台养个呀。哦，前头唱戏，后头采访，哎，搭来一道。等到养好进去嘛，人家恭喜了。哎呦，李先生，侬养了个大胖儿子。葛末啥个辰光养个呢？从前我穷呀，伊没手表，伊没钟。那么唱戏人独特个记忆个辰光个，那么人家对伊讲了，侬晓得伐？那儿子啥辰光养啊？就了侬前台做搿本戏叫《珍珠塔》，张仲有一场叫《九松亭》。哦，对个，《九松亭》。《九松亭》就是方清碰着个强盗，迭个强盗叫秋鹿角。伊养出辰光找勿出来，还勿出来，强盗出来伊也出来了。属于强盗配。伊拉爷一个领馆长呢，葛末搿能样子伐，就叫李九松。伊拉爷勿经意当中一个领馆叫了三个字李九松，勿晓得迭个李九松啊会成为阿拉江浙一带人人人皆知个老娘舅李九松，迭个是伊拉爷做个功德呀。听说迭个李老小辰光抱辣手里向就会唱戏啊？哦哟，讲到李九松小有天才了，行是行是，三岁登台了，三岁登台没做主张，没出息个事体。哪能啦？搿小人也真勿像样子。哪能长？当辰光呢，有个文明戏个老艺人，那侪是我两位老先生也晓得个，叫叶秋兴。葛末缺少个群众缘，要请个三岁个小人来做道具，抱辣手里向，那么一面抱小囡，一面唱戏。搿小囡寻勿着呀，葛末李明阳讲。不要去烦了，我有个儿子带伊上台吧，就拿李九松抱上去了。结果这个班底隔天演得特别好，等到台上是眼泪水像瓦特时代松头一样，哦哟流不停呀！哦哟，人家讲哦哟，这个有到底四大班底之一啊！结果下来之后呢，又进行骂三问了，对伊拉爷讲了：“老李啊，那个儿子出克哦，等了台上向呢，这个小人大概肚皮饿了。”我胸部一个，我都眼里湿哒哒的呀！没想到李老小辰光有这个爱好啊！那么我今朝谈谈呢，李九松的儿子。侬讲李九松的儿子啊，侬不要看伊啊，蹲了台上向闲话不多，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反应之快，出乎侬意料，没啥个人可以讲得过我的。举个例子，为啥呢？我对伊蹲了搭档的。阿拉滑稽戏讲究色和意唱，色要色各种故事，和各种方言，对吧？唱意侪会是的，侬不要看伊啊，台上动作不多，全部到位。尤其做武术的，有句话讲，上手掼下来一千斤，脱得了，多了四两，照样脱了，这个真了不起。要聚众啥轻，聚轻啥重？哎。喂喂，
剪子板。喂喂，剪子板吗？也是你这国际上路的我。是那个希望工程剪子板公司建成剪子板吗？请问你是哪一位啊？我姓刘，我叫刘爱刘，今年76。那个老句是女的还是女的？我是个老太太，我到现在没结婚。哎，那个不要搞，跟侬打电话来啥体了？我今天捐款500块。8块。我有钱。请问侬领小姐呢？哎呦喂，干嘛？现在几岁还领小姐？我没结过婚，当然小姐了。我年纪大了，我小脚走路走不动。更不要紧啊，我上门来取款啊。啊，你到我家里来拿钱？哎呦，太好了。不行，你不要了，你千万不要了。啥的？我家里男人不上门的，你让人家误会，还以为你向我来求婚的。我帮帮忙呀嘛。你干不要摸我，洗了他不起盖没盖盖那个纸都喊哎。你不付来钞票对不那个？咱们约在外面见面啊。啥地方？叶父他门口。我认得都行不那个？我手里拿张体育报做暗号。好好好好。说好了。好好好。明天晚上7点钟，叶父他门口，不见不散。你要来的啊？你不来晚上睡不着觉的，你不来我不安心，你不来我。要生活养累差不多了，那比方阿拉现在滑稽戏了，原来有个说法叫“滑稽不过长江”，过至长江呢，女一个跑起个。哎，阿拉现在试试看，让全国人民认识滑稽戏，晓得上海一个滑稽戏，这个是阿拉做的努力。因此呢，李秋松了，噶大把年纪啊，也跟了阿拉集团的小青年走南闯北。跟我搞不懂，伊这个普通话真是就是吓死人的呀！这个，那么叫伊讲普通话么是个难为伊。伊等了下头讲普通话，侬这就吓死脱个了。不帮孩子，孩子方不清桑啊！我抱了一个孩子，我抱了一个孩子，我抱了一个孩子，搿不方你能听得懂？俺家来得外国，交关新名字讲不来的，不要讲旧名字。比如阿拉住的宾馆里，勿叫宾馆，叫禅房。拍照片叫拍小照。葛末侬迭能讲搿嘛算了，伊还拿翻译普通闲话。我今天抱了一个孩子。我住在柴房里，我出去拍小照才行。但是我老不听的，伊居然蹲了宾馆里向，整整一天不出来，就拿搿两句台词像无常年轻一样，拔来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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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搿两句台词，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伊个普通话要伊背正，介大个年纪，舌头硬。弯不过来啊，吃力了不得了。这个用云头烫一烫不好了。啊，有一趟两人到四川去演出，搁四川天府之国，啊，又开心死了，买件新的夹克衫，有的拉链的，穿着新的衣裳到四川演出去了。不晓得侬买好点呢，昨日啊，名牌不舍得买的，买了个大辛苦，看看倒蛮好，搿个拉链啊，拉子两趟坏脱了，搿只拉链坏脱了，坏脱么哪办呢？搿年纪轻也无所谓，摊开来了，比较潇洒，帅哥，介大年纪不像样。去寻着个做鞋子个皮匠，叫伊修拉链去。那么伊得让四川人讲普通闲话，刚才侬吓死脱个，跑过去通知啊，巴里个妈，巴里个妈。你说么是啥？我这个拉链呀、啊，我这个拉链呀、啊。你说么是啥？四川人拉链不叫拉链个，叫拉锁。你不晓得？ Oh. 我这个拉链啊坏了，我这个拉链坏了，坏呢主要是坏在这个头上啊。这个头坏了，就是这个拉力个头啊，拉力个头，拉力个头。这能也讲呢，四川人听懂了，这个皮匠师傅一听呢，对伊只裤裆头一看，哦，你说的我懂了，你搞错了，我是皮匠啊，我又不是医生，你这个拉力头到医院里去看了。侬想，就是伊搿讲个普通闲话。要到全国去得奖，谈何容易啊！等到正式比赛个天夜里啊，伊一开口，我真的台上吓一大跳，一口流利的北方闲话，但是句子不多，只一两句。没错啊，我一下来像天津的党锅一样。没错啊，伊这个唱，我可讲伊独到之处。伊到后期个艺术，我不好，我绝不夸张，是一步一步来往上走。侬讲阿拉伊，我对伊个只戏叫《明媒正娶》，我伊个媒婆，伊做个老爷，拿所有滑稽个套子用上去，拿所有个身段都用上去，拿小辰光功底也用上去。嘿哟嘞嘿，嘿嘿嘿哟，嘿嘿嘿哟，嘿呀嘿呀嘿，嘿哟嘞嘿。
我啥么子哪能弄这样木头上钢大包一样的呀？弄这个啥个调头啊？哎呀，老爷哦，我这个调头嘛，弄不要来高呀，弄一高嘛比调头高嘞。老爷，你翻得里个？高头是啥体啦？老头子啊，侬一家头啊太冷清，侬啊好去嘛讨女人。算了算了算了，哎，我家奴就啥人要我啦？老太婆得侬来做饭人，伊就是养仙人、养鸟鼠、养美人。哎呀哎呀，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醒醒呀，老爷。我是想问你个，侬搭这个九松老师啊，是啥辰光开始成为搭档？辣辣80年代初，阿两个人刚开始搿种辰光呢，伊只叫头头是道，我呢一个青年工人，天子搭头到工地上去，因为要去玩女朋友，所以安全帽勿肯戴，伊呢背因为娘舅，正因为这个娘舅娘家叫出名的，从迭个一记头搭档下来呢，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我非常感谢李九松老师对滑稽艺术所做贡献。同时也感谢伊对我配合。今年是伊本命年，70年岁，又是伊从年60周年，我啊没啥好送伊的，因此呢，我还蛮起劲的，我帮伊写了本书，叫《上海滩老娘舅》，副标题是《我的搭档李九松》。搿本书，这个勿敢保证，侬能够从头看到底的时候，侬一定会起码大笑30次。其中有2次让侬落眼泪，有其他一身的毛病。有辰光我辣台浪向辣辣夸张讲，哎呦，李九松一身毛病啊，青光眼、白内障，身浪红斑浪上啊，搿位黄疸官爷，上下头脚线、上头辣里侪辣海里啊。其实伊身体呢，我是夸张，确实勿老好，但是伊毛病却老多。多亏了伊个太太负心眼对伊个抚养。对抚养了，抚养好讲啊，因为拿伊当老小人抚养，所以才有今朝介好身体。辣书里向侬还能看到伊前头个太太，伊前头个太太对伊只有10几年的夫妻缘分，到现在个太太已经到20多年的夫妻缘分。伊一生当中2个重要的女人，当然还有更重要是伊拉妈，伊拉妈我没写，因为我对伊不大熟悉，所以我写了迭能两个女人。所以我本来在题目想李九松和他两个女人，现在不大好。伊前头个太太呢，伊是上海越剧院的，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结果他战场浪向呢身体不好，所以一直呢病殃殃，一直有毛病。到后期呢，长期住在医院，李九松呢就搭了部脚踏车，从集团到医院，医院到集团，就来回奔跑，毫无原因。其实伊拉爱人已经重婚了，迭个辰光伊拉儿子呢刚刚赚钞票，学徒工资只有10多块呢，买两包呢，当时蛮流行的，最便宜的228年香烟。大家晓得个228年香烟有个特点，臭得不得了，搿味道是一天世界。结果伊呢，看看爱人昏迷在床浪向，那么伊白牙，实在想打瞌睡了，摸出根香烟一吸，香烟一吸之后。一股烟霸飘出去，伊拉前头爱人就昏迷了呀，叫啥把这个味道还是熏过来的，一些昏过去呢，他醒过来了，眼里汪汪带着伊，九松啊，我还没死了，侬哪里进了烧死人衣裳了？我坏了。那么伊拉个爱人那里最困难辰光，也就文革最困难辰光，李九松每个号头工资20块。伊拉老婆我下个阶段还没感动，拿所有衣裳卖脱，拿屋里家具皮卖脱，伊讲侬穿了别些都无所谓，侬吃，因为我晓得侬下趟还上台个，不吃下去没精气神个，身体垮了一辈子不上台个。就在屋里家当卖脱，拿衣裳卖脱，卖被吃，照顾好伊。结果后头嘞，迭个妻子去世之后呢，伊心里当然非常难过，所以写到搿节，也哭了。迭个真正体现了人间的一种感情。当然，我更为伊高兴的是，辣辣伊重新组织家庭之后，
阿拉小发一代一个照顾，是我非常感动的。而且，就钟老师对前头的妻子啊，安葬得蛮好的，葬了苏州，跟我爷娘葬了一道。像阿拉搿种搭档少见的，台上搭档，阿拉爷娘跟伊拉个亲人为了葬了一道的。所以上坟的辰光，因为一道去的，俺们要好到搿能一人。那么伊拉个现在的爱人小夫会得跟得去，也居然磕头。用光有个小夫老了不起嘛，搿个老难相处的。后头个太太在前头和他磕头，认得不认得呀？那么这叫嘛啥人雕好呀？哎，李秋松这个辰光心里感动，好，爱国比国棒棒的一个好，爱国比国棒棒。说完了小夫讲的做的这些了，高风亮节，使我深深感动。所以我写诗光写到有的两三集的辰光，我自噶流眼泪了。我相信我用心写出来的么子，大家一定会感动的，因为我是听了这个巴老讲的一句话，把心交给读者。我是拿心化为友谊，献给我的老搭档李秋松。我真的希望伊身体健康，屋里向幸福。侬的健康是阿拉华记家幸福，侬健康也好让我多报眼分。我觉得李秋松身浪向顶顶松也一点，还不仅仅是台上的老娘舅，还是台下的李秋松。所以在这个老前辈教授我们，台上一好戏，岁岁台下要做好人。正因为搿点做好了，你这个老娘舅就演得无人为。因为老娘舅个身份是从社会上讲，各个一种类型，各个类型里向老娘舅个身份集中到一个身上了。所以这个三个字，当你一个做人，算是一个老娘舅个成功之处，做不到。哎，那我补充点呢，就老娘舅是我取得成功，在伊身浪向呢已经密不可分了。老娘有李秋松，李秋松有老娘舅，这个就属于阿拉文化一个里程碑，一个文化符号了。要么以这个爱心啦，来贯穿一个始终。侬同样讲养宠物，养只狗，李秋松来养狗，大家听几个，养过七只顶多，都不算稀奇。伊狗跟人家两样的，哪能两样呢？一般养狗啦，到宠物商店去买狗。而现在环境都是好了，灯开好，子茶席下头，侪侬挑，侪侬拣，侪是拣了讨人欢喜，好白相。伊不是个，伊买狗啦，不到搿种地方去买的。到啥地方呢？比如警犬中心，人家搿是训练做警犬的，不好的再淘汰下来，伊要收出来的。上海实际上，上海模特团训狗的，看看搿只狗不灵光了，准备淘汰了，伊去买得来。所以屋里向啦，搿七只狗啦，基本上属于残缺的。所以真爱心。伊屋里向有只狗，有只狗叫盘肚，哪叫盘肚呢？搿只狗呢，随便上去营养了，所以被吃眼物事跟侬就走了。还有一只呢，叫峰峰。峰峰呢有毛病的，有阳气峰的，每个礼拜要发一趟的，发起来了浑身抽筋、吐白沫啊，还有外加流汗嘞。等到发好起来，应该没啥事体，难免急死了呀，担心啊，就担心只狗。那么死那个草那个青菜死了只狗的嘴巴里，等到只狗吃好之后爬起来，一圈个汗水啊，一只狗的形状。有趟我辣西走，当我讲，明朝当我来吃饭啊，生日啊，我讲哦呀。我想生日我不要去的，那我买几只蛋糕到那去，隔日是我拎只蛋糕去的。跟我想，那叫生日生日，我那生日生日，伊不看我讲么的。那么东西拿出来了，一只冷盆，这冷盆呢，侪是里向侪是各种牛舌头啊，啥个五彩肉啊，啥么子。那么台子摆好，阿灯摆好子，那么我得立了两年数好了还。跟我讲，哎，小发弄来弄数，伊东看，伊不上来，伊不上来。哦，我想那一年炒菜的不上来。这个是伊爱人不上来，只狗拍掉了，跳上来去了。那弄眼吃吃，哎，等我介绍，伊讲阿拉只狗嘴巴刁，冰箱里么子不吃的，要吃新鲜的。哎，那么这些只狗也是不来吃了。那么一个开饮料了，擦，伊拉小夫拿过来，那鸭呢？侬吃呀？那吃啊吃。我鸭呢？吃了够了，我一瓶够了，侬不要开来。侬吃呀？那么吃阿拉是把狗吃的呀？你夸你那么李秋松上来算打招呼了，对不起，阿拉爱人闲话不会讲，有意思呢。搿个物事呢是拨狗吃的，哦，不是，人也好吃的。那么侬人吃不得呢，再拨狗吃，我讲随便吧。那么等伊拉炒菜，菜炒好子，吃好子嘛，我讲哎，
你拿只照相机出来，来拍张照，拍张照。哎，我想生日拍张照倒应该。咁我奶侬好讲不听嘞，今朝到底生日生日了？那么只只只只狗的，今朝只狗生日。结果阿拉拍了张照片，自家头当成一只狗。这个我听说。李老有一次这个夜里向了马路边浪向差眼眼把了这个李旁台捉起来。哦哟，这个笑话多了，我将来看我本事才要这个。哎，侬这个怎讲俾伊拉听？以我班次个呢，回到浦东三林场，浦东三林场那个网点呢，当时比较少，商业网点比较少，大屏幕了，看见马路上安徽人摆个馄饨摊了，安徽料理摆馄饨，那么伊跑上去了，哎，等我下来我馄饨，那么等于我馄饨了，差馄饨刚剁下去哦，搿夫妻俩跑脱了。以前哪能搿家人跟他介怪个了？搿馄饨摆辣迭个盒子里勿要烂脱个，搿两个人侪跑脱个了。哦，大家去大声讲去，马上回来个。等等勿来，等等勿来，没伊自家上去了，拿只碗摆眼猪油，摆眼盐，摆眼葱，那么，哎呦呦，些馄饨开来了嘛，上司叫我去倒倒伊，熟了嘛撩起来，正辣撩馄饨，后头一个人拍拍伊，不要搿不要搿，让我撩馄饨，不要搿，回身一看，两个大盖帽，路上不能设摊，啊，老娘舅。啊，侬倒是马力个，夜里唱戏，我半夜里把馄饨摊。但是等还好，伊作为一个人民代表，伊就提了只提案，啥提案呢？就是浦东三林塘地区商业网点太少，造成了就是讲居民的生活不方便。至于这个卫生条件呢，可以改善。就这个一对夫妻，人家老感激伊个，因为了伊个帮助下头呢，两千年身体卫生章开出来了。食品许可证开出来，正儿八经的开了一家小店。那么，搿个小店就搿开起，是伊做了桩好事。借个机会呢，感谢大家对我的热爱。哎，伊拍老娘舅的辰光，昨日阿里的性命都不要了。要听搿种个闲话了，勿大容易的。现在老娘舅哪能？人家有新的舅妈了。哈，阿是那两家头离婚了啊？侬不要瞎三胡四了好。这舅妈妈我认得的。这个老爱人不能印象最深的是啥事体？谁当不能听了不来谁？哎，留言呀！对，刚刚时光的吴俊杰老师也讲到这个老娘舅的印象深入人心啊。现在这个所谓了老娘舅、老舅妈，哎呦，大家熟悉得不得了。那么今朝呢，阿拉老舅妈。能娘老师来了，阿拉现在就欢迎老娘舅的老舅妈带大家见见面。大家欢喜了吧？真的欢喜，干欢喜啊！能娘老师啊，侬从前头伊年纪轻的辰光，侬看过伊演戏吧？年纪轻辰光，辣辣大中华剧头，阿拉一道合作过呀。对啊，那辰光伊是小年轻嘞。是吧？哎呦，来得个漂亮。哎，这个舅妈嘞，这个，伊这个等下追求一个女同志阿多嘛。暗搓搓个。暗搓搓。交关多。哦，蛮多。哎，能娘老师，侬到这个九松老师合作噶许多辰光了。哎，侬到刚刚这个，哎，侬这个眼睛里向了这个李老啊，是哪能噶个人？侬真不晓得了，讲到李九松个事体啊，我是三日三夜讲了我的嘞。哎呀，喏，为此辰光关系啊，咁么我对李九松个事体啊，喏，像阿叔宾馆个人讲，阿叔一下，我叫阿叔过了。哦，这啥辰光侬吞我阿叔阿叔说喂？侬啊，你啊分享阿子，你阿子了一松了，不越来越大得了，要龙江的，哎，要龙江的，阿叔住在浦城，再过在海人民这个。那么这个九松啊，真是一个好戏。哎，伊拍老娘舅的辰光，昨日阿里的性命都不要了了。哎，哪会得不要性命？你看拍那个老娘舅嘛，这个一扎扎镜头拍，哪会得不要性命？又不是打仗了。哎呀，可爱，侬真不晓得了，你挖几家的医院啊？那现在讲包括啊、笑料啊，还有噱头。哎，噱头呀！那么你挖几医院这个噱头啊，看得来比自家个性命要重要嘞。对吧？要是这个医院到台上去，一只噱头也没，还是急得来性命也没了的。侬讲对不对？那么你这个编剧呢？因为李九松是个主要演员了，交关噱头啊，交关好的台词啊，侪要叫李九松讲。那么李九松讲还不来是个，这个噱头哪能我好讲呢？
老娘你不好讲，这个学的应该比其他人讲，比我讲的还要好嘞。你也是性命都不要了。哦，是这样的性命的、哎、哦。那到底是啥人啊？啊，那我人打了啦。哎、哦。啥人来？我哪里晓得？哦哟，搿只寻思器就勿拎来拎去了呀！哦，说拨外公外婆没收呢。嗯，别，阿拉今年年底呀，要钞票的呀，送拨㑚个。要钞票啊！要钞票，阿拉也不要的。来，帮伊妈妈扎好一起。好个呀！哎哎，那边，哎，不要，哎，不要，老便当啊！那这个是阿拉花篮西矿泉水的水票，想，一桶子只要十块，便宜啊！十块，哎，对个，五十张嘞？哎，五十张，要500块的。大哥，我手头老好的，对个，500块。明目无忌，这个水票阿拉不要了。谢谢呢，这机器得交。耶，这个又不好赔的了，是的呀。瞧不起。啊，钞票多少不得假的。不是，我一个号头退休工资只有400块啊，刚刚背了轮胎150块了。150块还是我拿出来的，侬晓得吧？侬这个400块还来了，哎，400块好嘞。哎呀，哎，那你抢钞票了，喂。李松老师，刚刚大家讲是侬交关这个生活当中的事体呀，伊拉侪觉着这个叫啥个？侬生活当中当中荧幕上演一个这个角色啦，差不多。侬觉着自家是种啥种样人啦？人物总归像个人啊，是吧？对吧？零钱倒应该不缺的。那首先呢，借个机会呢，感谢大家对我的热爱。要听搿种闲话啦，不大容易的。今朝能够我自家来了，亲耳朵听见了，心里想老开心的。我搿个人呢，自家掌握好个原则哦，大事体清爽，小事体糊涂点好。搿么也属于老娘舅的性格。我生活当中呢，像大家所讲的差不多，但是我舞台上像个老娘舅呢，从生活当中加工的。为啥得讲加工呢？我拍老娘舅辰光，拿着只剧本，我总归要求伊拉拨我两三天里向要拨我看。我自家要看到三遍以上到四遍，凡是自家个台词有进出的，我必然呢开笔扎一扎出来。那么呢，对台词辰光呢，搿么好拍得在用上了。不瞒大家讲，拍老娘舅老辛苦哦，一句闲话一只镜头，总归辣辣五遍以上。头一个对台词要过关的，第二个读脱剧本对台词。第三个要叫导演来听对台词对伐？对个。第四遍要叫摄像来看，要看角度。第五遍开始开拍，开拍当中我还叭停下来。所以讲搿个看看个廿分钟啦，老娘舅。实际勿止廿分钟，要12个钟头要服侍伊一些物事。老娘舅要好心做出坏事体，那么笑一笑人家，记得了。我是抱定搿个目的。那拍老娘舅，就是有一个缺点的好人，人家就更加亲切，是不是？但不生活当中呢，我来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也有啊。我去年呢还是人民代表，新区人民代表，那么每个月15号要助阵的，要么来访，人家来访的啦，有种夫妻形象嘛。哎，李代表，来，阿拉女人哪能不在？阿拉女的，那么如果讲阿拉男人哪能不在？哪能不可以解决他？哦，李代表，想好，有一种跑得来。没办法解决的，夫妻两家头何况小囡读书啥，我们要瘫痪了床浪向，这个解决起来不的，不好解决呀。根本我就怀疑了，情况我晓得了，我可能抓了下来，我都把他赶到，把他赶到下来，伢就到民办里向去，跟他解决问题。搿个两人不开心啊，一看，跑，啥物事代表了？跟十六窗滑稽一样，搿些辰光侬讲火气大伐？勿好大，绝对勿好大，要卡下来。搿么我老娘舅的角色呢，也是搿能样子的。像阿拉有只老娘舅蛮好，就是 K
开门啊，对个对个，突然之间门把北风打脱了，哎，我老天老舅，那么老娘你来，我的门关出来，搿不要紧，老太婆给我包点什么，去开门蛮好。哦，老娘你爷爷侬啊，我为了吃老舅，当等歇一个女的打，隔壁邻居打个警察来喊我了。老娘舅啊，侬讲我到啥人家屋里去过伐？我去过呀，但是所以呢，伊拉隔壁人家门锁脱，我去翻翻。侬想想看，侬去啥事体呀？我去开门去，为啥体啦？搿是侬再想想为啥体伐？没事体了。那么我告诉侬，里向少脱一只电脑，少脱2000块洋钿。那我讲我没来过呀。那么老太婆讲，侬搿是多事体呀？侬没来过呢？你看现在警察来了，现在警勿会瞎讲了呀。叫我不要去开锁，不要管闲事，管闲事，那好了，管得来。搿么辣辣吃排头辰光呢，一个男人来了，倒蛮好。为啥的？男人出差去辰光啦，车子勿要脱班，勿晓哪能。飞机脱班。那么一只电脑呢，自己带出去，手提里拿2000块拿出去，没跟女人讲，所以搿笔账收辣我头浪里，晓得伐？这个老舅嘛，这个听说讲拿这个到啥地方去演出，人家还是闹出笑话啊！哦哟，因为拿两家都是生活当中一对夫妻呀、啊。是的呀，侬倒提醒我的。哎，喏，有一趟是不啦？喏，九松和小夫夫妻两家头，和我一道到苏州去演出。哎，一到苏州去演出嘛，不晓得个热心观众啊，看几个老娘就是开心得来不得了，就热闹起来，就讲着。哎，娘舅，搿个舅妈就问伊啦，哎，搿舅妈今朝来伐？啊是啊，那么，迭个辰光嘛，小夫特伊辣辣一道咯，伊拉两人一道走咯。搿么舅松讲，舅妈嘛闹，就点了小夫了闹。搿贵松讲，侬勿要瞎三胡四了好伐？搿舅妈嘛我认得个，面孔嘛圆端端个，身体嘛壮嘟嘟个，有点富贵相。伊么面孔长摇摇的，人么瘦摇摇的，来得个苗条了。侬晓得九松回答伊啥个闲话？苗条嘛，吃只酒包改胃呀呀，搞点啥了？那么这个一讲嘛，我想不对，前头辣做啥啦？那么我好少跟上去了，跟上去一看看见我了，哎呀，那么真的老舅妈来了，哎呀，老舅妈，哪能啦？现在老娘舅哪能？另外有新的舅妈啦？哈，啊，是那两家都离婚了啊！哎呦，可怜啊！我是弄得来叫哭笑不得。后来我礼貌他又解释的呀，我讲哎，热心观众的朋友啊，侬到现在还没弄清爽，我啦，这个舅妈是倒辈，这个一位舅妈呢倒是正辈。别个我倒不觉得，我觉得那两家头才是正辈。来得好嘞，侬要喊我重婚才是我。要命！刚刚大家讲了半天啊，生活当中的老舅嘛，究竟长得哪能？哎，你讲我长得瘦腰腰，交关苗条。今朝生活当中的老舅嘛，也辣了现场，大家掌声欢迎傅金田老师。傅老师嘛，讲得好。哎，那个看上去像傅菊仙老师一样。真正老牛嘛，生活里个，我说你要讲是一个老好人。我不想请你来讲讲看。哎，我讲不来个，不是我知道，搿天哪晓得？弄得太主观，你搿讲没讲就讲，你讲不来。要大家掌声欢迎舅妈再来讲两句。这个舅妈，当时辰光这个娘舅究竟啥地方对侬有这个老大的吸引力？哎，哎，听听啊！听辰光，这个听方老师讲，这辰光伊蛮行跳嘞呀！哎，我有个辰光认得伊，辰光是辣辣衣裳公司认得伊。搿伊平常日节呢，辣我心目当中呢，印象当中是比较是平易近人的。还有呢，就是讲为人呢是比较真实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讲伊老容易一个。对任何人侪是一样的，没一视同仁的。老爷人对我，伊对我呢是确实是好的，侪对我呢是真心的好。不管伊到外地去，或者到外国去，首先要考虑我阿拉孙女的物事需要带了买好带回来。随便人呢，如果没想得着我，你随便啥物事，如果有啥物事，或者是单位里向有点啥个好事体啊，或者有点啥。
不好调整，哪能好调整？你就是要造反的呀！所以讲，我在屋里向个安排，在屋里向个关系是个娘子，老太婆屋里向么样样侪有个，包括衣裳、大衣，侬退休扎到侬年龄到八十岁都扎不光。伊回答我啥话？伊讲就说啊，我不好扎个。伊讲为啥你不好扎？侬是文艺圈子里向人，还讲体面个，我扎了搿个衣裳啦，不登枪个。那么既然买来呢，我留足几年摆了屋里向看看过过，蛮好看的。伊朴素那些的，不值个。老舅妈拿衣裳当博物馆里陈列品一样。老舅妈还是讲哎，侬家买好了些衣裳，大家看今朝舅妈穿了领吧，英国名牌巴巴利啊，伊讲我穿了巴巴利啊。生活中的老娘舅是其乐融融的。喂喂小鸟，养养蝈蝈，和老舅妈一起逗逗小狗。宝贝，来来，宝贝，过来。可有时啊，他竟然也要耍耍笔杆，画画竹子。难怪很多好朋友都说老娘舅啊，呼吸我做。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可他却还是个老顽童呢。喂，阿爸，阿爸老的。阿爸阿爸叫了六七年了啦，事实上啦，伊只比我大四岁了。讲这个啥个是老娘舅啦爷，可是人家侪喊我舅公了。当辰光呢，哪能会得想着这个搞老娘舅的呢？这个是拿观众朋友是看不到。这个当然出国介许多辰光，从来不转来。这个三五我在一块块夹的，夹三五啊。拍完就把几个汤圆全吃完了。我一身浪向有眼瘦削削，外搭有眼戆哒哒。自1995年九月开播以来，海派情景喜剧《老娘舅》已经成为上海人茶余饭后一道独特的风景。尽管如今《老娘舅》很少在剧中亮相，早期家庭片里大女儿、女婿、儿子、儿媳妇的扮演者也因为常年出国在外，很久不曾露面。但是《老娘舅》全家一度热热闹闹的景象，一直是很多观众所怀念的。哥哥，哎，那个老娘舅怎么刚许多人了？这个侬不晓得，哎，老娘舅年纪轻的辰光，哎哎，计划生育没搞好。哦哟，这个老头子，屋里向养的人多，哎，太多了。那么前一天呢，侪到国外去了。哦。那么现在媳妇回来，回走了，在边海关在。哦吼吼，媳妇海关。可是你外汇不得了。外汇耽误啊，哎。所以老娘舅业余辰光，哎。做好事体以外，哎，专门翻翻外币啊，翻外币啊。那你个小囡呢？刚刚爱大利亚回来，热天里啊，穿着短袖子呢，风凉的嘞。那是对你讲，吴老师啊，刚许多这个小辈当中啊，历代这个囡最最欢喜，董小芳最欢喜。哎，您成龙我带了阿爸最最欢喜。哎，哎，我觉着好像就不怪。刚刚开始认得李老师的辰光，还叫李老师，李老师。后来拍了老娘舅，就一直叫阿伯了。李德现在打电话讲：“喂，阿伯，阿伯老的。”那么有辰光喊阿伯对吧？娘家紧张，上坡不舅妈听见，外头还牙擦我。好像从心里想就觉着伊是我阿伯。嗯。搿老奇怪，就有这种亲情，这种感觉，是从心里想出来。哎呦，我跟有缘分对吧？搿辰光我记到我辰光结婚的辰光，搿天子呢，突然之间打着电话拨我一讲，你晓得伐？我在辣吃泡饭，我想侬屋里向吃泡饭，同我讲吃泡饭，哦，我讲是勿是今朝没烧小菜啊？我去吃喜酒了，我讲侬啥天气？哪能去吃喜酒？我到瑞金宾馆去过了，我问伊拉，我讲喏要参加迎春的婚礼，伊拉讲好像有啊，让我步子翻一翻。哎呀，李老师要我这个今朝现在结婚，你讲好好好，算了算了，一个我也算吃过了，也算吃过了，吃过了，一个。那我都早去了，想去呀，想去。真的没有缘。那么丽丽呢？因为我是户籍岗，我开始觉着有一点犹豫，我想阿拉哪能来演滑稽了哦？结果伊拉讲不要紧的，讲侬就演侬一个。平常的人就可以了，咁么我就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呢，我就来了。结果来了以后参加到最后哦，我就想拍了。到一个号头没叫我辰光啦，我就会想着了，我就搭编导讲了：“哎，杜导，侬啥辰光再拍屋里向戏？侬哪能又要安排我出差？我哪能又不来了还？啊，这个啥个心情呢？是蛮想搿能介一家人家融融洽洽的蹲了一道。
迭个辰光阿拉屋里坐下来辰光，因为当辰光拍个家庭戏比较多，辣一只餐桌上坐了一道辰光，对伐？搿个辰光我就勿当伊是梁老师，我也勿当伊是一个譬如讲一个年龄层。我也不当伊差劲，就是个家庭，阿拉就像家庭，开起来是大伯家，阿拉妹阿妹，先生哪能？特别是我觉着喊声阿伯，因为拿我来讲呢，我爸爸早就去世，我就辣辣搿个地方头，我就寻着了一种叫阿伯阿伯的感觉，对伐？我一下子感觉哦，我真的拿伊当阿伯。伊阿拉辣整个一道大家拍戏的辰光，我觉着伊像阿伯，伊勿像是伊老娘舅，伊真的像做阿拉个阿伯。比如阿拉生活当中，譬如讲有辰光阿拉讲种。阿拉讲那叫滑稽搿种包袱，阿拉勿是讲勿来嘛？伊会得教侬，侬搿句话搿能讲，顶倒过来，也许会得更加好一眼。我觉着，后来伊拉讲，哎，马丽丽侬现在蛮会得出噱头个，我觉着迭个就是李老师教侬。我这个阿爸阿爸教了六七年了啦，事实上啦，伊只比我大四岁了，迭个比随便宜两不两不老师个，有吃亏啦，就叫做一直吃到现在了。过去了，阿拉在演戏个当中呢，好像分析了蛮多。案头工作做得蛮细致的，所以表演当中呢比较凝重。那么搿趟到了这个老娘舅搿搭来，当时我的导演讲，侬哪能选择我了？我讲我已经勿滑稽的，你讲阿拉勿要侬滑稽，你讲侬勿要侬滑稽，侬只要演一个知识分子就可以了。那么到了搿里向来一个几个号头供下来了，我觉着我是来开始应该滑稽。勿只要大家觉着就侬寻着一个比侬大四岁阿伯有就叫滑稽。因为呢，我觉着这个表演啦，相互交流了。老鲜活的，伊拉这个表演啦，我觉着就是讲是即兴的物事比较多。侬看到李老阿拉对戏对吧？没一边是一样的。这种演员张艺谋、陈凯歌才不敢用，来参加国际比赛被输掉的。我记得阿拉有拍一场戏叫《爱在深秋》，大概是就是阿拉两夫妻，伊拉老夫妻了，认为阿拉两夫妻不大好像不大和谐啊，就伊拉有个议论，剧本里向就写的，伊拉两人哪能各归各。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喜剧效果，没有什么喜剧效果的。就到了一拍的辰光，我就可以拍个。你看，哪能伊拉两个人，咕咕咕，你们那个能江老师拍得老好的，咕，鸡叫啊一个，两个人哄得了老好。就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现场啊，即兴啊发挥。但是我觉得又很是人物的，哎，我觉得老好不行。像搿所以因此我讲，阿拉搿趟合作了，阿拉想呢。好了，交关么子，很鲜活的表演。他今天老早是这个儿童剧演员，登了台上演老虎狮子豹，演好老娘舅，现在讨厌了，一直在滑稽剧头演滑稽戏了。我讲了眼不错，因为我们院里曾经就有过两种分期，有种说法。他金平他你在舞台上演过那么多的，怎么会那跟好像现在都成了那个滑稽戏演员？我说。我认为很好，艺术是相通的，我在这当中学到了很多很多滑稽戏演员身上好的东西。我们话剧演员很规范，就刚才梁老师说的，我们走人物要捋顺，他合理吗？为什么不合理？他为什么要说句话挺较劲儿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滑稽戏演员就是都不走心的，不走人物的，我觉得是错的。因为我通过这样的合作以后，我觉得他们真正的优秀的滑稽戏演员都是很棒的，他们有绝活，他们松弛。李老师其实是个老小孩，除了我在他身上去，我觉得他身上很有童趣，因为我自己儿童剧演员，我觉得他有童趣，然后他那种童心，有的话不挂我的偷亲爱姐怎么子啊，包括有的话我们的道具啊，我们有一次吃什么汤圆，因为李老师有糖尿病，家里大概是师母是不给他吃甜的东西的，所以他只有在那，然后他夸地去，夸地去，拍完就把几个汤圆全吃完了。说你啊，你看咱先把泡好肉的汤都吃下来。我怀疑他那天血糖的指标肯定很高。我其实老啊都晕。那行了，我来想这个观众朋友可能想听听阿拉幕后的新闻，那个趣闻也是。辣辣阿拉老娘舅个棚里向有电厂两搭，王福彪女拉了海，迭个是㑚观众朋友是看勿到。电厂两搭，一个是社会功德，一个是家庭美德。葛末迭个两搭呢，我讲充分是体现了老娘舅身浪向。比方讲，我就收到过一块，伊到澳大利亚去演出个辰光，带回来一块珊瑚礁，搿能介大一块。伊讲哎，侪有啊？伊讲我搿眼兄弟姐妹，喏就讲阿姐了、大阿姐了，这个女婿啊。包括这个
新妇啊，侪要有的。我唔嘛。啊，侬不来了，侬哪只我出差去了。我也出过去了。哎，那么这个一块么子，我讲，哎呦，伊拉个澳大利亚做工倒蛮好哦，这个黄切面啦，切得来外头周围呢侪是老毛糙的，但是这个黄切面这个面呢是老平的。跟我讲，伊拉个做工倒蛮好。伊讲不是，伊讲我考虑到衲介许多人，我买一整块。这个三五我才一块块夹的，夹三五啊！你跟我出血的。伊在了外头呢，就是讲想着自家周围身边的人，但是伊自家呢是相当相当的积极。有趟子呢，伊从外地要赶上海的演出，那么就喊了一部差头。那么伊呢欢喜坐了副驾驶员搿只位置的，坐了前座的。那么一只这个计价器呢就辣伊前头，这个表一翻呢，因为路比较远嘛，到了后头呢这个。数字跳了蛮结棍啊！一边来了开，一边心来了别跳，别跳。后来伊想了一个办法，伊想这个钞票嘛，中国要付的，跳嘛，中国要跳的。搿一直一路上跳跳，难过勿啦？不要去想着伊，拿块砖头拿盖牢也随便去。大家知道啊，这个海派情景喜剧《老娘舅》啊，已经走过了11年的历程，非常不容易啊。他现在也成为我们这个海派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老娘舅啊，情景剧的始作俑者啊，我们的制片人也是非常优秀的导演，涂耀麟老师也请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欢迎他。呀，好。哎，这个老师不容易啊，这个伊这个三姑子这个老娘舅个哑了娘。这个培养搿只情景喜剧11年交关不容易，所以我是对开玩笑。老娘舅啦，是这个涂耀麟老师啊，有做爷有做娘，五星繁殖的结果。这是老娘舅辣爷，可是人家侪喊我舅公了。怪不敢当，怪不敢当。这个事浪不是搿能桩事体。因为是迭只优秀搿一帮优秀演员啊，是这个组成了搿能出这个优秀情景奖。当时光了哪能会得想着这个搞老娘舅的呢？主要是受了这个北京这个英达的这个五爱五家的启发。一看这个五爱五家看了以后，我都是当时光的这个演过的这个著名滑稽编导王辉基同志啊，两个人商量了，觉得迭只戏了，阿拉上海完全有条件好做，对吧？阿拉上海有介许多优秀的演员、优秀的滑稽有这个资源啊。这个我觉得阿拉完全有两，如果用阿拉上海那个海派的特点来融会贯通起来，一定将来会是有苗头。那么后来大家就商量了，那么这个名字哪能启发？啊，还是那老爷叔或者老阿姨？那么后来觉得老爷叔不好，因为啥道理呢？这个上海人做事做了服务性了，这个朋友有爷叔了，这个老爷叔有眼贬义的，老阿姨嘛两个女同志听起侪不大欢迎。那么阿拉研究为老娘就定好。因为这个娘舅了，来了江南一带了，这个三姑娘家名了，分家要叫娘舅出来，蛮公正，所以决定叫老娘舅，是搿能样子起来。咁哪能会得选这个九松老师做这个角色呢？这个也就巧了。咁这个辰光呢，大家来了，等了主要是来了话剧当中来了算啊，这个一个排过来，排过来呢后头这个正巧是阿拉这个王志刚老师啊，他这个九松老师啊来了表演这个头头是道，我看着了。我三哥像星探一样，一直在那看，搿苗头啥人灵光来搭过来。那么后头一看，哎呦，这个九松老师有邪气特点，因为这个阿拉晓得个老娘就是人物了，要交关热情，要交关可爱，要做好人好事。那搿因为阿拉是喜剧了，正好伊身浪向有眼瘦削削，外搭有眼戆搭搭，那别要有这个两个。这个没这个特点了，这个做出来个戏不好看。伊讲个好心人做坏事。那家庭当中风趣，包括这个哪么头这个男人特意搞啊，这种么子啊，如果假是伊不是一种瘦削削，是刚刚了讲了憨态了，没这种么子啊，阿拉这个戏的效果出不来，所以决定噶许多滑稽当中决定选择李九松同志担任老娘舅，哎，一个男子一个啊。那么这个巧是啊，真巧可能一到现在11个年头啊，真不容易啊，是吧？有的老娘舅的家庭片。老娘就邻居片，老娘就儿孙片，
我讲我看到这个家庭比我交关亲戚，伊拉讲了下头讲辰光了，我有点眼里汪汪。我想一定有机会，哎，要自嘲，这个么要自嘲，王石阿拉编辑好编的呀，一定要有可能想办法，这个阿拉成就回去弄来。那么第二次啊，这个家庭比让伊继续辉煌。肯定有可能的呀，我把阿达炒项目嘛，阿拉我回娘家，娘家人侪来了呀。是呀，现在的女婿了呀。金喜林。哎，了八岁，了八岁当时。不是这个年轻个，伊这个受到阿达哥欺负了。娘家门里向没人，没娘家人，这个属于跑上环境。那么现在外家这个出国了，有两位老观众来问的了。这个当然出国噶许多辰光，从来不走嘞。那今年条件好了，阿拉邵科伟同志创造条件，让伊拉国外的儿女啊，再回去来欢聚一堂。哎，这个蛮好，蛮好。好的经验，放心伊拉，我永生难忘。哎，九松啊，我不是三千块，我是一万三千块。喂，侬不要讲出来好吧？这个事是小虎不晓得的。一万块找侬，不要得小虎讲。你说可不能亏哪能啊？今朝阿拉要托侬发两只红包。行。向李九松同志贺岁。哎，今朝每年呢，福袋里到这个全家福，哎，这个巨松老师啊，我也交关无旁观语。哎呦，侬这个闲话难听得了，哪叫无旁观语了嘛？不是个，今年过年呀，过年哎，巨松老师嘛说过个，哎，我几家里向呢有几只狗，说过一个，哎，五个说过一个，谁来着？才是朋友，哎，是这个意思，哎，给大家介绍一下，著名的滑稽表演艺术家帕德。周伯承老师，九松老师大家认得了，著名的说唱艺术家，阿拉上海说唱创始人，这个一条是进四海的黄永生老师。周伯承先生和姚默生先生高度双字辈的老大哥啊，董尚春老师，还有我们刘福生老师，你都才做狗，才做狗的，哎，可没啊，哎，那还。这个狗那个我想来想去想不成，比一直没来这个多。你讲讲看呢？狗皮不通，我狗当路，狗上城市，狗爱李东兵，你到某人啊要找上狗，可把你丢得了。狗头军师不打高官的啥子？不过今朝来你这个特别节目啊，哎，我要带这个狗啊评分一下。要评分啥子？狗有四大特点。哎，听听看。忠、孝、信。你哦，哎，有啥的没有？狗还么子多不得了？哎，今朝几位这个老师啊，阿拉请伊拉讲讲这个，分析一下狗的这个四大特点。哎，王老师侬先来。狗呢，最讲义气，主人叫伊到啥上活到啥上活，所以我觉着狗呢是人类的好朋友。哦，所以我觉着说狗呢也蛮开心。哎，叫。啊！恶狗当道，故意。那么唯一的狗仗人势，那狗子屋里吃不吃香啊？你要到狗那吃香木菜，狗咬狗，狗咬狗。我讲李秋松属狗啦，伊这个狗的灵气特别足，狗的属性特别强。哎，我讲几点，狗讲忠，狗讲信义，伊侪有呀。那这个方面，阿拉搿只狗，哦不，我这个属狗的啦，就不像伊了。那我举个例子来讲，阿拉姚老师生病，蹲辣徐汇区中心医院，伊晓得的，伊马上去看望伊去。搿么看没看嘞？伊啥以为带出交关物事，一跑到医院里向，对着姚老师讲：“老师啊，我都能带出侬顶欢喜的物事来，啥物事呢？虎胎。”虎胎上方伊不要，上方太油；下方离骨头太多也不要，要中方。老师侬看见伐？好的物事侪刮脱的。姚老师看见了，哦，没啥反应。姚老师，我还有了，把马上只包里向拎出来，拉链拉开来，喏，为侬欢喜的香烟。搿么姚老师生病了，香烟不好吃了。呀，哦，一看看姚老师还没啥反应。岳老师，我还有了，还有一样么子，从身上摸出来，热腾腾的。那侬顶欢喜个金铃子，岳老师看见金铃子没晓得，小鞠啊，侬倒想得周到，搞一小鞠想得周到。
比我女学生子想得周到。两只机灵子西龙王跳，就回来叫了。伊对姚老师讲：“老师，侬放心好了，侬啊西龙王跳像机灵子一样，还好吵了，还好吵了。”姚老师听见笑起来了。这个不算数了，还有了，阿拉姚老师，伊个师傅经济上有点困难。那么这个辰光呢，姚老师已经做过了，有点困难呢，伊不认别人，寻着个李九松，因为啥的呢？李九松啊，讲究诚意的。侬不对的，先寻着我。哦。打电话给我，侬狗不要套工哎，寻了伊么就认得伊了。我不晓得啥事体。伊讲永生啊，我有桩事体同侬商量。哦哟，我讲师母啊，我正好辣外地演出，随后没打电话拨搿只狗。侬演出是推辞，我还自家讲了。李秋松打接了搿只电话之后，我说哦，马上人家安慰师母，师母好，我晓得晓得。伊这个电话里向师母讲的，秋松啊，我屋里向有眼困难，想问侬借几。几千行钿，伊听见是讲，哦，师傅，侬别急，我马上来。伊把听见之后，身上带住三千块行钿，往师傅台上啪一丢。师傅喏，拿这个三千块拿去用了。伊师傅听见这一个，就说啊，我不是三千块，我是一万三千块。喂，侬不要讲出来好吧？这个是这小夫不晓得的啊。一万块钞，侬不要得小夫讲，侬这个人啊，就是恶狗了。你要狗咬狗了，这个狗了，这个不要啥来垃圾。那么一听就是，一个都讲出来了，一头浪下砰张开来了，出汗了，一下子要弄一万三千，还要去弄一万呢？啥地方呢？身边没噶许多现钞了。那么马上打只电话，打拨了师母，打拨了老娘舅，老舅妈哦，老舅妈。到打拨啥呢？到拨舅妈呀。舅妈。这舅妈接到电话不？舅妈身边也没钞票呀，马上东头西头去凑满一万行的，送到于师母屋里向。有什么呢？是一万三千块呢？哦，就说侬放心了，我会得还的。到以后呢，有什么取得一万三千块取得了？那后来我怀疑，伊讲不要一个，不是侬问我借的，那师娘问我借的，那么伊不要还嘛，我也就不客气了。侬们不客气呀、啊，你就是苦得受要死啊！菜泡饭吃出一个半号头啊！讲起就送搿只狗哦，不，就送这个比我大几个号头老阿狗。对我也相当好，我搿趟医院里向顺便搭桥，开一大刀，脚浪向抽出十间一条筋，搭三根桥。我想，迭辈子大概勿好上舞台了。伊辣辣医院里向冒着40度高温，搭小夫搭一个太太两个人，来过六趟，我真的我困辣病床浪向。我想我有噶好一个狗狗可没看见过我，今朝可不能看哪能啦？伊刚刚每趟来都打一个小的吃个么子给我，因为晓得我这嘴巴比较馋，虽然当时也不大好吃，第一个么子不好吃，但是我心里感觉到一股同志朋友同行的温暖，使我有得战胜这个疾病的勇气。所以我来今朝搿机会，让我想李秋松大哥鞠个躬。我特别要提一提醒啊，阿拉秋松兄啊，特别是对小辈，还有一个小青年叫潘奇伟，电视台呢搞了一个专场节目，那么需要一位老年人呢，要托托伊，捧捧伊场。那么这个辰光呢，也想到老娘舅，请伊帮忙。所以晓得热心人呀，有困难侪寻伊。人家讲有困难找民警，阿拉有困难找老娘舅，是不是？寻九松，结果九松这个辰光又不巧啊，技巧开个电动车啦，开了转弯辰光，为了照顾让那个老太太走马路，伊弯一弯，不得一记，车子倒下来，那脚靠得了骨折。那么后头这个潘奇伟洛阳的日脚到了。也晓得伊受伤了，对伊打招呼，算了，老娘舅啊，侬就不要来了吧。伊拉还联络联络啊，我另外再寻你。不，我答应过侬，我不要来的。结果老娘舅到这个一天啊，人家是两只脚，伊三只脚赶到现场，伊有个人伤肢挂伤，赶到现场为潘奇伟所演，是一个演出取得成功，还是讲。讲信用啊，这是阿拉老娘舅，也说明阿拉狗啊是忠孝心义，样样在齐的。哎，三只脚来都不要紧，三只算了不太意思。
这个周老师啊，这个今年是狗年，伊拉刚刚呢，这个我老狗咬狗，这个侬是老前辈啊，这个侬想得这个九松讲点啥？我还是一只老狗了。周老师，侬坐下来讲好了。本来我刚刚听见大家的人子讲，我心里想，我蛮感动。本来我别也没啥，我，那么我这个主人家啥人呢？我就是亲爱的观众。本来我到现在呢，这个唱戏啊，唱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我对这个，对这个李秋松那支这样，我非常之这个感激伊。那我现在，我要为李秋松啊，我谢谢伊，我向李秋松同志贺岁。谢谢。今朝伊拉这个。就宋老师啊，几位老兄弟啊，侬不要看伊拉这个生活当中狗咬狗，实际上他伊拉这个感情深得不得了。所以为了今朝这个节目啊，这个永生老师、尚春老师、福生老师啊，专门即兴创作一只节目，要送拨就宋老师，得知大家广大的观众，来大家欢迎，好吧？李秋松是老人，是宋人为乐的热心，是正经四三小人，同志真诚是老人，对朋友包容宽容。工作认真负责人李秋松究竟是何等雅的人？李秋松是十座大的一个说狗的人。打了娘啊！这个三位老兄弟啊，演了一只节目给了九松老师，阿拉现在欢迎九松老师再换一只节目给了，好吧？而且阿拉要求伊啊要自拉自唱，大家欢迎。谢谢。尊敬的领导，好。大家来捧红场，我是一个普通人，的确是很平常，只因赶上了时代美好的景象，使我体力量，心情更振作。无中无当，欢声的小女，喜气洋洋。送人为乐是根本，各种恩爱我铭记心上，终身。加了共产党，哎，阿拉说狗的人啦，如今倒是狗物啦。这个老娘舅啊，今朝过年啊，平常每年过年呢，侪是侬替人家发红包。对。今朝阿拉要替侬发两只红包。行。来，两位小朋友来，这个向大家介绍一下。两位送红包小朋友，就是阿拉九松老师两个最心肝宝贝的孙女。谢谢。
两个小朋友，今朝这个爷爷加大事体啊，今朝爷爷是喜事，想到爷爷讲点啥？身体健康。嗯。祝爷爷万事如意。啊，祝爷爷万事如意。好吧，我想呢，今天是这个新春佳节，我们有这么多的曲艺界的孝星能够欢聚在这里啊，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平民孝星啊，李九松老师。那我想最后我们以一首